My English name is Stephanie, and welcome to my Advanced Chinese class. In this mini course, I will be demonstrating to you guys how to teach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I believe when their language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they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difficult expressions, and they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culture-related context. Thus, I wrote this text myself. It doesn't come from any standard textbook, because I want them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what is going on in China during the COVID-19. And hopefully that will shed some lights in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Now, with no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好，现在我们来开始上课。首先给大家看几张老师拍的照片。好，the first picture is outside a school. People are trying to keep distance by the mark on the ground.The second picture are some of the stores already opened. And the third picture is me wearing the mask. 戴着口罩。So you probably guess wha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啊，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 COVID-19 相关的。我们先来看一下 how to say COVID-19 pandemic. 啊，这个词我们都需要掌握，最近经常在说，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跟我读，新冠病毒，国际。大流行，新冠病毒，国际大流行，很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意思。We know that COVID-19 also called novel coronavirus, 对吧？那我们来看 novel 这里面就是新，我们已经学过了。新 novel 冠 corona 病毒 virus 新冠病毒，来跟我读，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好，这里要注意的是。官是医生 the first tone, OK? 官是医生。好，国际，我们已经知道，你们是国际学生，对吧？嗯，大流行在这里就是 pandemic。好，跟我读，国际，国际，大流行，大流行。好，我们一起读，新冠病毒，国际大流行，新冠病毒，国际大流行。好，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文，老师先读一下。红字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单词。Okay, I'll read this passage. Pretend that I read it. We'll continue. 好，我们来看生词部分。首先跟我读一下，左边来看，愈演愈烈，愈演愈烈，得到，得到，控制，控制，逐渐，逐渐，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词，愈演愈烈，它是一个成语 idiom。好。那我们之前学过越来越，还记得吗？我们说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越来越胖，越来越瘦，对吧？那这个单词呢是愈演愈烈啊，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事情变得更糟，那就可以理解成越来越坏啊。比方说我们可以说 financial crisis, 愈演愈烈，对吧？好，接下来来看得到。得到这个单词呢也比较好理解，我们之前会说我得了100分，对吧？我得了100分，那得到是另外一种说法，可以表示 obtain 或者是 gain。 我们来看下一个，控制这个单词我们也比较熟悉，那有一个说法叫做有效控制，那我想问他反义词是什么？ What's the opposite word?我听到有同学说没有效控制，嗯 ，good guessing, keep guessing though 。嗯，我们可以说什么？哎，很好，我们说无效控制，对吧？我们说无效控制。那如果你想用没有，可以怎么说？试一试，就在黑板上。哎，可以怎么说？嗯，非常好，非常好。我们可以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对吧？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嗯，很好。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词，逐渐。逐渐这个单词呢，跟我们刚才说的越来越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在这里面表示一个情况的变化，你可以是逐渐变好，也可以是逐渐变差，都可以哈。逐渐，好，很好理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单词啊，叫做复工、复产、复课。首先复这个单词我们很熟悉，因为老师经常说什么重复、重复、重复，对吧？嗯，它表示 repeat, 这里面呢表示 again, 或者是 go back to, 那这里面表示恢复啊，重新开始做什么什么。那工是工作，产是生产，课是上课。我们现在在
上课，对吧？嗯，好，那复工、复产、复课，来跟我读，复工、复产、复课，很好。Here's a poster I showed you guys about this character thing. 它本身是有一个日字在里面，就是每天要做的，所以它有 repeat， 对吧？有 routine 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可以帮助大家记忆哈。好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在课文当中是怎么样表达的。来，跟我一起读一下课文。Again, I will pretend that they followed me. All right.好，我们接着来看，虽然但是，我们复习一下啊，虽然但是是什么意思呢？嗯，虽然我很累，但是我还是来上课了。嗯，这个例子不错啊，精神可嘉啊，精神可嘉。好，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生词啊，开门营业，开门营业，开门我们都知道，开门。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新的词叫做营业啊，营业呢就是going in the business. 好，那你可以看到开门营业啊，比如说我们营业了啊， we're going in the business, we've already opened. OK, 好，跟我读，虽然但是，开门营业，很好。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这个可以说是最近的一个比较热的词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叫做保障，跟我读，保障，保障，很好啊。保障呢其实就是 guarantee, 对吧？你就可以理解成我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啊，比如说生活保障啊 ，my life guarantee， 嗯，你也可以理解成 security， 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啊，嗯，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叫做安全距离，这其实这两个字咱们都已经学过，对吧？安全，我们常常说注意安全啊，距离，距离。那我们这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英文的更多表达你听到的是 social distancing， 对吧？嗯，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理解成安全距离，我们可以理解成 safety distance。那我来问你，怎么说 social distance？ 嗯，很好，社交啊，社交非常好，社交。嗯，好，那 social distancing 就是社交距离。那我们可以说保持社交距离。啊，或者是保障安全距离都可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词在课文当中的运用。啊，跟我读 ，again， assume that they followed me。好，我们来看下面几个词，齐心协力，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什么？还记得 idiom 怎么说吗？啊，很好，成语啊，成语。我们来看齐心协力，你看到这个图片了吗？老师放了一个图片。齐心协力，你可以感受到吧，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啊，共同努力，它是一个褒义词 approving 褒义词。然后我们来看抗议，嗯，这是一个新词，因为是现在才有的，对吧？那疫在这里面呢就是指这个 virus， 就是指这个 epidemic， 抗就表示 combat 啊，抗议啊，抗议。好，共同抗议，那这个也很好理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这个词呢是曙光，曙光，跟我读，曙光，曙光，很好。好，那曙光呢它有两个意思哈，首先呢是早上的太阳光，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 metaphor， 表示美好的愿景，美好的愿景。那我们可以说迎来曙光，迎来曙光， So you are welcoming the bright prospect。Okay, the bright prospect, the bright future is right there in front of you. Okay,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说迎来曙光，它是一种 metaphor 的表达。来，跟我读一下这几个单词：齐心协力、抗议、共同抗议、曙光、迎来曙光。嗯，很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单词在句子中怎么读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Again, assume they followed me. 好，接下来我来拿字卡，大家来读啊，是什么？愈演愈烈，很好。这个是什么？得到，嗯，很好。好，下一个，哎，控制，那 effectively control， 有效控制，很好。来下一个，哎，逐渐，很好。来跟我一起再来读一下啊，愈演愈烈，得到控制，逐渐，哎，很好。复工、复产、复课，很好。虽然，但是，来这个开门营业，很好。这个
保障。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复工、复产、复课，虽然但是，开门营业，保障。安全，安全距离很好。那我们说 social distancing, 社交距离非常好。好，这个齐心协力很好。来，下面一个共同抗疫很好。来，下一个迎来曙光。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安全距离，齐心协力，共同抗疫，迎来曙光，很好，非常好。好，我们单词已经复习过了，我们接下来进入练习环节，来看一下大家怎么样。油价危机在全球愈演愈烈，好，非常好。So for this part, probably I'll ask the students to take rounds. Depends on how many students we have in the class. This would also be an effective way to see if they understand the word.Because I've already put them in order, so if they remember that, they should have no problem solving it. But if they have some questions, we can solve them together. Okay?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是叫做《新冠病毒大流行下我眼中的世界》，只要不小于50个字就可以了。那最后给大家一些补充的材料。首先呢，我们来看最右边这个 poster, 这个海报。上面有一些表达和词组可以供大家进行学习，然后右边的这个呢是我做的一个报道，是用英文进行的，介绍了我的家乡河南抗疫的一些情况，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听一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谢谢大家。 I'll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次再见吧。